今天的单元是出一支嘴健身房，要介绍三头筋。三头筋在哪里呢？就是在手骨这个地方哦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下手肉，咱华语所讲的拜拜秀。三头筋哦，那练得好，都无这个下手肉。男性的手骨看起来咪较粗壮，就面呢。继续个时间，交予真奥健身的代文工作者阿迪。阿迪，请讲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迪。咱今日来讲三头筋。三头筋伫搭，就是手骨向外这个所在的筋肉。三头筋占咱手骨筋肉的六成左右。不管是伫咧游啦、扫去，或是春秋的时阵，拢会用到三头筋这个所在。三头筋来养筋，唔那会使让咱的运动表现搁较好。平常时的生活当中咧，嘛会使较袂去漏掉，或者去关掉。这边咱来做三头筋游锁，这个嘛是真简单，不过真有效果的一个运动。同款，咱找到健身房内底定定看会到的多功能训练台，也就是顶管有加拉啊、滑轮这个物件，加这个歪压锁，也就是杠锁啊，一款机器。咱甲健身房拢会传的训练锁甲挂起哩，管道咧调甲相关的空位甲固定，重量调好好势。你若平常时唔捌做过即个三头筋的训练，都开始建议会使减较轻的重量，吼，若无你加免做过啊，你就会手先甲挡袂牢啊。啊，过来咧，咱两只手咧甲训练锁两头抓牢咧，抓好安，顶半身小跨向前，啊，吼，增加你即个会使拉扭扭的长度，双脚咧大家甲肩胛变宽就会使。用咱两只手，甲训练锁先扭向咱家己，啊，过来，甲这个手骨咧，甲你我你的身躯这边小块夹按一下，吼，夹好按，咱唔通放松松安尼害，吼，咱唔通安尼害，过来咧，甲你的手，吼，向下骹扭，吼，伸好直，这款的感觉，一直到你双手完全伸直的程度，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会感受到三头筋伫咧挤力，伫咧变硬的感觉，收落来，咱豆豆啊手回转来。差不多到手翘比90度较少一丝仔的程度就会使啊。这个过程当中，手骨要尽量来保持握紧你的身躯啊，唔通去放松松同款，尽量夹硬，你的效果才会好。同款建议咱的观众朋友，扭甲回算一遍，一组12至15个，好15遍安尼。那逐摆咧做3组至4组的程度。那三头筋若训练了好咧，一个查甫囡仔穿衫看起来较可靠、较大扮，查甫囡仔咧嘛会使被一个免烦恼，咱讲会手吧是摆摆秀的所在，所以建议大家会使好好去啊训练这个所在的筋嘛，啊，这就是啊希望大家会使有这个结实的三头筋，所以咱后回再见。